章也可以了，两章也可以。我一张小张，一张大张。广播车有台式的，还有那个 TVBS 的啊，都现在都来到了现场。那现在就让我们的这个民众啊，进去瞻仰一下，还有写一些，就是说写一些对他说的一种那种，就是每个人都对这些军人啊非常的怀念，他都为国尽忠啊，这就是现场啊的。凯达格兰大道一号，台北宾馆。